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大经科注第1039页倒数第六行看起啊，课题诸处世佛天，请看经文：佛有众生，虽种善根，作大福田，取向分别，情之深重，求出轮回，总不能得。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，决定不能够疏忽。对谁说的呢？对出家人说的。出家人如果是用真诚心爱护众生的心出家，讲经教学，或者是主持道场，做佛门的内护，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出在取向分别、情之深重这八个字。这八个字里面，前面四个字是根本，后面这四个字是行为，有因有缘，果报是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。这个问题严重了，不能脱离六道轮回，换一句话说，不能往生了。这个问题比什么都严重。
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前面一节是佛告诉弥勒菩萨，我们把文重念一遍，句子就可以接上来了。如见愚痴之人，不种善根，但以视之聪辩，正以邪心，云何出力，生死大难。这是愚痴不修难救啊！啊，接着又说，佛有众生，虽种善根，做大福田，取向分别，情之深重，求出轮回，终不能得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佛答此事啊，大佛弥勒菩萨的提问啊，此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出现了3000年前的事情，所以此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，这里面的众生虽然也修善也积德，而不求往生净土的共有三类三种啊，哪三种呢？第一种，贪著世乐，求人天苦，多很多，出家也求啊，啊，这一条就在贪著，贪是根本烦恼。第一条，这三毒贪嗔痴，贪是第一条。啊，第二，视之便从，邪心之甚。第三条，取向分别，情之深重。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这三种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这里头最重要的，看到了要回光返照，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，我有没有走他们这条道路。如果走他们这个道路，他们在表演给我看，造什么样的因，得什么样的果报，丝毫不差了。我们这一生是想继续留在六道轮回里面，还是想往生到极乐世界？如果真想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个世间包括出世间统统要放下。
啊，真正修道人，无论修哪个法门，无不是一门深入，尝试寻修，他才能得定，他才能开慧，他才能脱离六道轮回，他才能往生极乐世界。重要啊，丝毫不能够贪心的、啊、一有贪心麻烦就大了，无间地狱，时间多长？八万大劫。那世尊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都三途了，三途贪欲恶鬼道，成慧地狱道，愚痴畜生道，这叫三途，很容易进去，贪嗔痴谁没有？只要有这个因，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？麻烦大了啊！堕到三途，还有没有时机会到人间来？有。要多长的时间？佛给我们说，五千劫啊，在轮回里，大概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，会有一次到人间来的机会。那如果我们到人间，这个人间没佛出世，佛前佛后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了，不在了，弥勒菩萨还没出现，还早，还有很长一段时间。这个时候，纵然你活在世间，你活个一百岁，你这一百岁当中见不到佛，闻不到法，没有机会让你往生极乐世界。换句话说，没有机会帮助你超越轮回。你又堕落了，三途去了，又来一个五千劫，一万劫。如果不信，你堕在无间地狱，这是最重的。无间地狱的寿命多长？经上告诉我们，八万大劫，不是五千劫，八万大劫。你就想想多可怕。然后想想，我们都幸运，我们这一生见佛闻法，遇到净土法门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等于保证我们这一生脱离六道轮回。但是你要把你造业的那东西啊，因缘果报要放下了，你带着他不能往生了啊！带业往生是讲带旧业，不能带现行。过去造了没有关系，可以带去；现在造了，带不去了。这个罪业会把你
托住了，像铁链一样，这一条它能把你锁在地球上，锁在六道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你就想它多可怕啊！特别是造无间罪业，无间的无逆是我多无间地狱啊！无逆是我们想想有没有造杀父没造，杀母没造，杀阿罗汉大概也没造，触福生学也没造，破活活身造了没有？不敢讲了，破坏佛法，在佛门里面不守清规，自赞毁他，有没有？这一条犯的人很多啊。结果呢？结果你看他走的时候什么样子，你就明白了，他是怎么走的。谚语所谓啊，好死好生。他走得很好，他往好地方去，他走得不好，那就是三途。啊，这个忤逆罪虽然没犯，有没有起心动念？只要有起心动念，你已经犯了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，鬼神知道，佛菩萨知道啊。所以我们不但是言语造作骗不了人，骗不了鬼神，骗不了佛菩萨，起心动念都骗不了啊！我没造啊，动了念头，动念头很快就熄掉了。念头动了，念头动是意在造业，口头是言语在造业，身体的动作行为是身业在，三业都造业。身口意三业都在造业，从早到晚，晚上睡觉还做梦，梦里都还造业。你想想，你不怕吗？现在我们总算是走大运了，过去没有遇到过，过去遇到我们早就往生了，生生世世都错过啊！这也是遇到了，非常难得能遇到下莲居老居士《无量寿经》的汇集本，真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净土经论里头只有这一种华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讲得透彻，讲得叫你不能不相信啊！只要能接受依教奉行，这一生决定永远脱离轮回，
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机会要珍惜。啊，你再能遇得到吗？就算佛说的话吧，五千劫才有一次缘分。那这五千劫的受罪就够你受的了。所以贪著要放下。啊，大福田是什么？利益众生越多就是大福田。我们今天在此地所做的啊，跟学校合办汉学院，这是大福田。从哪里知道它是大福田？中国传统文化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今天五千年了，五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到我们先前发生了危机啊！危机是什么？危机是我们对于老祖宗东西产生很大的误会，认为这个东西不合时代，完全抛弃学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眼前的方便。这个看法想法是错误的，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。大家不学了，这怎么办啊？好东西，老祖宗东西是用文言文写的，不是白话文，用中国古汉字写的，不是简体字。现在提倡简体字，提倡白话，废弃文言，不再有文字学了。我的估计，十年之后，你要想学，没地方学了，老师没有了。现在懂得文字学，还学文言文的，这个老师还有，不多了，一年比一年少。我们找到的几位老师都是70、80啊，十年之后他们都走了，一个老师都找不到了，你怎么办？我跟校长谈这个问题，第一次见面是2015年，我到伦敦的访问，住在马良居士家里，校长知道了，带了一位副校长两个人来看我，我记得我们谈了3个半小时，我把我的忧虑想法看法告诉他，他有同感。问我怎么办？我说唯一有办法的是我们办个学校，希望培养30到50个学生，专攻中国的文字学，专攻文言文。10年时间，他们学成了，就能够把上一代的承传下来，再传到下一代。
这是什么？旧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大福田呐、啊！还有比这个福田更大的？没有了。中国传统文化要是失掉了、失传了，是整个人类的大灾难。我看到这个大问题提出来，没想到校长深有所感，当时就提出来，我们后办汉学院。我以为说说就完了，哪里是当真的？当真的办汉学院，老师从哪里来？学生从哪里来？啊，这些费用从哪里来？都是大问题。我一样也不行。啊，没有想到，校长认真。啊，八月。2015年8月，他到香港来看我，啊，带了我们学校董事会的主席，还有一位副校长，三个人到香港看我，在我那住了5天，啊，2016年1月。第二次到香港住了2-3天，啊，八月来的时候正好碰到我们办中原祭祖的活动，他看了很欢喜，啊，很受感动，问我这样的活动能不能到英国去办一次，我答应他了，啊，所以去年我们在伦敦做了2场祭祖活动，一场是大众的，一场是专门对学校学生的，啊，等于给学生上一堂课。今年是第二次，这是大福田的，提倡孝道，这个风气带来了，今年要办第二次，我相信以后每年都要办。把中国的孝文化、孝亲尊师带到西方来了，好事啊！但是我如果我们取向分别、情执深重，有这个毛病，这个大福田国报是什么呢？人天福报。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出六道轮回要放下取向分别，要放下身中的情执，才能够脱离轮回啊！怎么放下？做了心里头不落印象，等于没有错，难啊，总有印象，怎么会把它丢得干干净净？这就是功夫。
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就对了。啊，作而有作，所以这个问题严重，不是小事。我们干坏事落印象，有恶报；干了好事也落印象，人天福报，就是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不是佛陀出现在世间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？啊，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，好啊。虽然没有见到佛，还是佛的末法时期，我们遇到了。最难得的，我们有缘遇到下莲居的慧解本。有缘遇到黄念祖老居士，啊，这些人，我心里有数。佛菩萨化身，来救度众生的，不是凡人。我们遇到这些人，等于遇到佛陀，遇到菩萨，啊，终于把这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经文一展开，字字句句都有很深刻的体会。啊，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反省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啊，反省之后，知道自己造的业很重，无论是善业恶业，都造啊，脱离轮回不容易，往生极乐世界有障碍。念佛，这很明显的例子。你没有得到功夫成片，这最起码的。功夫为什么成不了一片？有时候念，有时候就断了，忘掉了。啊，不知道怎么忘掉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忘掉的。赶快找回来，一会儿又不见了，这种烦恼习气多严重。这就说明我们没有功夫，我们往生没有把握啊，没有把握轮回有份。讲到轮回，你修的那些小福，你犯了重大的过失，贪嗔痴慢疑，重大过失。特别是对净土半信半疑，你怎么能往生？时间不长啊，一百年一弹指啊，我今年91岁，想到一些事情，
七八十年前，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，还能有九十一吗？不可能的。啊，纵然在世间，你免不了劳苦、病苦、死苦，这三大苦，谁能够不受？谁有本事能够离开？我们平常时时刻刻都要想到，太可怕了。七十以上的老人，中国古人说，人生七十，古来稀，稀有啊，要特别珍重。七十以后，要把自己了生死、出三界、往生极乐，摆在第一桩大事来做。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啊，做大福田，第一个你要认识，就是你要有慧眼，你能看出来什么是大事因缘。大事因缘最重要的是叫众生普得利益，啊，那我们做汉学院这桩大事情，到这边来学习，这是大事，把五千年文化沉传下来，发扬光大，再传给后世，让五千年的文明不断，我给他继续起来，这是大事。现在汉学院成立了，机会有了，你不能放弃这个机会，你要认真努力。所以到这边来求学，学生哪一个德行最重要？使命最重要。自己有使命感，我来就是为这桩事情，这是我一生唯一要完成的大事。我要把汉字学好，要把文言文学好。啊，用什么为标准？唐太宗编辑的群书之要。啊，为什么选这种书？这部书它是有目的，选进来的。啊，第一个，帮助我们修身，身心健康。聪明智慧啊，居住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把老祖宗的留下来的珍宝四库全书在这个地球上发扬光大，啊，把中国这些好东西翻成外国文字，让全世界的人
用他们自己的文字的翻译本都能够读到这部书。这部书是四库全书的精华，刚才讲了，能帮助我们个人一生幸福快乐。你要不要帮助你的家庭和谐美满，帮助你的事业，无论你干哪一行都能帮助你事业成长顺利，帮助社会安定，帮助国家富强，帮助世界和平，这是我们大家天天在向往的。有没有说有全书之要能帮助你做到？你说这本书多好啊！唐太宗因为这本书我们大量翻印流通，这是他首创编出来的，这个功德帮助他脱离无间地狱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无间地狱要什么时候能出来？八万劫以后啊，他这一部书啊就超越了八万大劫。但是这部书实际上只有半部，他是1000多年前的人，群书之要精选60多篇，这60多篇从三皇五帝到东晋晚年，古时候的2500年了。那么现在距离我们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6代，大概有1500年。这段期间之内，还有不少好东西出现于世，没收进去。所以我们汉学院的同学最后的目标是要把序篇编出来，材料在四库里头，四库完完整整留下来了，我们也在四库里再去找，符合前面的要求标准，我们再去揭露编序篇，也编50卷50万字，正序2篇合起来100卷100万字。这是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留给人类千年万世的珍宝，真实智慧，真实的功德。老祖宗了不起，世界上种族很多，这个种族最优秀，他留下这么多东西啊，现在还管用，难得了。我们不能在自己这一生当中让他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、灭亡了，那我们对不起祖宗，对不起古圣先贤，
对不起未来地球上所有一切的众生。所以我们有这种使命感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了不起，这是无与伦比的大福田。落实在兰比的小镇，这个小镇是福地，这个学校是1822年建筑的、创建的，再过几年2022年200年啊，过去是个教会学校，英国基督教传教士，我听说有三分之二是这个学校毕业的。语言殊胜的，中国五千年老祖宗保佑这个地方，所有宗教的众生拥护这个道场，这个学校就是道场。稀有，我们无法想象，想象不到今天变成事实，我欢喜啊！所以就怕的是取向分别，情之深重。那我们来生得什么果报？人天福报。人天福报很危险，稍稍迷了，又下去了。下去是三恶道，上去是二十八层天，都不是究竟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上这个几个字，胆战心惊，常常放在心上。啊，那么校长，有意要办宗教学院，啊，就是大家所听校长常说的博士班，和谐博士班。培养宗教传教的人才啊，他希望第一届25个人，这25个博士是有各个不同宗教，每个宗教推选两个人，推荐一个老师，就是一个教授啊，那么下半年就开始上课。我们相信25个博士班的学生大概有十几位教授，教什么？教各种不同宗教的经典，希望每个宗教都出来讲解。啊，讲得好，讲得能感动人，我们听了生欢喜些。
学校把网络打好啊，用网际网络向全世界传播啊，卫星电视都好，这些人天天在这边讲宗教经典，把宗教教育恢复，我相信半年到一年世界太平，和平世界就出现了。你说我们使命多大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种善根做大佛殿，记住不要取相啊，不着相，自己谦虚谦卑恭敬，坐而无所，干这些好事等于没错啊，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就对了啊，其他的宗教放他们的真主，放他们的神啊，放他们的上帝就好啊，不要把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放进去，自己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我们再看下面，说此三种人，纵能修福，所得只是世间福报，梦幻泡影，转瞬即逝。故求出轮回总不可得了。下面是念老详细给我们做解释，我们把他的注解念一遍。富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，下面为我们解释大福田者持佛名号也，这是真大福田。我前面跟诸位讲的，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承传下来，再传下去，这是大福田，这是世间大福田。做成功了，人天福报，我刚才说过了。啊，做不成功了，要是违背了，三途，地狱去了。真正大福田是净宗，一点都不假。为什么？净宗保证我们一生念佛往生，不能轻视，不能把光阴耗费啊。在闲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，这是真正中大福田，这是如来的大福田，是出世间的大福田啊！极乐世界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有享不尽的福报。天上人间找不到的福报，天上人间的福报像萤火虫光一样，极乐世界的福报像大太阳一样，不能比啊。我们今天遇到了，
啊，持佛名号也，信愿持名，是大佛的。啊，因持名是诸善众王，故所种田，方得名为大佛田呢。喜可喜，他取向分别，情之深重，故虽念佛，也不能超轮回。经中三辈往生，皆由于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这经上常讲的，我们的耳熟的啊，怎么往生的？这佛田怎么种的？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什么叫发菩提心？欧耶大师说得好，真心发愿求生就是大菩提心。讲得好啊，讲得太好了，简单明了。啊，真心没有丝毫怀疑，真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只要我们相信，我们有心有愿，就是菩提心，就能往生。啊，念佛功夫浅深，那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不一样。最低的品位，前面讲的生在边地，到西极乐世界，佛把莲花放在莲池里头，花不开，花要经过五百年它才开，五百年是人间五百年，不是极乐世界的啊，就是耽误这么长的时间，这是最差的啊，下下品往生的到极乐世界都花开见佛。真是大佛殿的，不是假的。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菩提心者呢，就大智、大悲、大愿、圆融一体之心。这些话都能讲得通，这一段的注解对我们学佛的人，特别是念佛求生净土的人，有大利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咱们明天接着再学习啊，下面这一段真能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谢谢大家。